我都是巨星來的，我們是實力派巨星，口罩有些趕客咯，現在一定很開心而已，仍要繼續上難。我哋需要你啊！系嘅，听好，今次策略成功啊！一些机会唔属于你噶啦。我觉得佢真的前系可以，仲衰自大到啊！是可以啊，爱不就是冷漠，对你说一百个理由。后生靓仔，而家仲人气急升添，睇落又真系几正嘅。彩色漩涡需要你，擦亮眼 ，I love you。好，有小平、Elton、姜涛、Anson Low 同听号。你睇姜涛嘅反应，就知佢好开心，可以同兄弟一组啦。唱好啲啊！系啦，见到酒粒仔同阿饼喺同一队，就知道导师系太多啊！学费嘅队伍可以晋级，而每组导师就会喺输咗嘅队伍入面揀五个人同做一个 artist 啦。阿姜涛小朋友啦，唔该。可以训练到胆识啊，唔知得唔得嘅咧？大家好，我系全民造星嘅姜涛，系99号。咁今日唱首歌俾大家听，希望大家中意。我不会啰嗦，每天为你打 call， 哭可也不错，轻轻贴近你的耳朵。哇！呢边嘅气氛越嚟越尴尬啦。呢啲都系经验啦，因为我都做历程都有住各种各样嘅困难。赢定输就好靠你哋自己啦。我哋系走呢个跳舞男团路线。我本身系慢热嘅，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即系如果面对一大扎人本身唔识嘅，一开始好唔系尴尬嘅，但系即系点头咁样 ，OK 啊 OK 啊，去啦去啦去。慢热啊！唔知大隻仔 Elton 又係咩性格呢？好快，一秒钟就擺晒喺上面嗰度㗎喇。之后我就唔可以再咁任性，又再令到屋企人失望，即係放弃咗现实啦。Elton 今次想赢，就要睇下 B 一组嘅队长点样带领你哋啦。小平其实佢係呢少嘢时间，我表演做，咁当而家其实当你唱紧，当你好咧。嗱，初头度表演嗰阵都好地地噶。不过慢慢开始就，由于姜涛同听号比较唔擅长跳舞，慢慢令团队形成3+2嘅情况。主要原因竟然系嚟自佢。唯有我就系最 friend 嘅就系姜涛。我觉得今次呢个表演，我同听号都唔系 exactly 好融入到。我觉得未够认真，会见到呢、这个今日迟到咗5分钟。点解呢喂，你今日迟到啊？唔系听讲系，系有人迟到嘅，有人话佢行紧过去，但系佢话佢行紧去金钟。姜涛你好啊，迟到啊？就咁系啊，我又谂住，我哋几多点啊？11:30。你话迟到系咪真系容忍唔到咧？唔系，但系唔知第一个走去，第二个走去。姜涛再次迟到，影响咗我头先系发咗个敏感嘅。我哋好希望争取到一个踩台嘅时间，你一路都唔齐五个人，咁面上你都唔齐人，你凭咩去同人讲话？花姐，我想踩台啊！你系咪最大啊？好，好彩 Elton 犯错嘅，不过能够令 B 一组更加了解大家，唔知道比赛嗰阵佢哋会唔会更有默契呢？有请 B 一组成员，包括有听号、Elton、小平、Anson Low、姜涛，佢哋会为我哋演绎嘅指定歌曲系《爱之初体验》。其实咧，去吹 sax 风咧，唔系真系话好叻嘅，好似啱啱我仔学 sax 风咁。
只是随便说说。嗱，你睇佢个样咧，就知佢冇拍拖经验，佢完全系冇嗰种感情失恋嗰啲感情。帅哥就把我丢，这五个是那些叫做比较有时代感的人，竟然做一些这样的动作，是老土的吧？我不敢批评他，就怕网民不喜欢。何必为了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呢？哇，你看这些对白多尴尬。那三个是全部都是合唱的，是没什么 solo 的。你只要问你解，遇见你真的说出口，你也说不出口，你认识了帅哥就把我丢一旁，再给我多一点，多一点温柔。哇，这个挺好看，他一起跳舞好看的。嗯，来吧。Yep.听歌都上晒身嘅，你以为姜涛跳舞都 OK， 一摆落去咧，其实即系有少少比下佢嘅感觉嘅。咦，有翻呢下嘢啊！我想即刻签佢哋啊！凌晨十点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的走，像上次一样的扮演。是不是我的十八岁注定要为爱情流泪？是不是我的十八岁注定要为爱掉眼泪？Good opening。拍上手掌喎！頭先各位評判好像都看得好開心下嘅，我覺得好好啊！成個編排咧，將大家的優點咧表露無遺啦。咁個編曲又正啦，邊個編噶？哇 ，nice， thank you， I love it。好，特別讚啦，姜濤啊，你好有一陣聲味。好，咁啊，評判就一次好評啦。咁啊，當然咧要睇埋下一組嘅表演先嘅，所以咧先可以去後台休息一陣先。Thank you。今次 B 一组的表演向大家展示出他们的默契和热血，希望你们 keep 到团火啦，下次不要迟到了。